虽然在泰国，但是端午节肯定少不了来一顿中餐。和成峰是拥有65年历史的泰国连锁中餐品牌，相信有不少朋友去过他们家位于唐人街的老店。今天丁丁的目标很明确， 就是这款才499铢的片皮鸭，外加200，可以把鸭肉做成烂腊。鹅掌味面我选了中份，我们家刚好够吃。其实我也很喜欢他们家的芋头鱼头汤，但是汤汤水水的，外带不方便，我就没有点。刀切小馒头是点给宝宝吃的，姐姐喜欢的猪皮冻事实上真的很好吃，推荐哦。还有 awesome 蚵仔煎蛋，还可以外送，还蛮实惠的哦，价格。还有899的套餐，有4个大类，可以各选一个菜，价格不包含10%的服务费哦。Game Line Man Foodpanda Gojek， 在以上4个平台都可以点到他家的美食，真的超喜欢他家近2年升级的中式装潢。 好了，快点快点，小王一登了，我想解锁它了。片皮鸭香香脆脆的，亮嘛，就是你们看到的三层，卷在温热的面皮里，蘸着他家秘制的酱料，足以抚慰你的中国胃。鸭肉明显是浆过的，很嫩，热乎乎的汤汁和焦香的米粉一起入口，这个口感一定不会差的吧？最受欢迎的还是片皮鸭，两口一个，停不下来。鹅掌味面最好吃的还是面。 鹅掌一抿就可以脱骨，但是表皮炸过是脆脆的口感，不是那种软软糯糯的。今早夜饭先不亏，谢谢姨姨，端午节安康哦。